给那个盛宇和楚莹想一个 CP 名。小黄鱼，小黄鱼可以吗？小黄不行，不能有黄，不能有黄，这就黄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能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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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黄肯定黄，必黄。我们叫牵手 CP， 气死你们，牵手。我们 CP 名叫大牵手，大牵手。我是秋千 CP。秋千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每次都在荡秋千啊。对，你们那个秋千好强啊，毕竟我们没有荡到。秋千好。秋千。叫什么？秋千。荡秋千 CP。我们就叫 See You。西柚 CP。西柚蛮厉害的。这样我们就旗鼓相当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确定了，陈伦和楚莹的 CP 叫做秋千 CP。嗯。然后盛宇和楚莹的 CP 叫做西柚 CP。大圆满，哎，我的心也就踏实了。